一小羊啊，越无法无天了，现在都敢公然站在石槽上，下去，还有你，你顶我，顶我，还敢顶我，顶我，哎呦，哎呦，疼了吧？自给自足生活简明指南，看这些简易的鸡笼怎么去搭，还有这个堆肥要怎么去做，哦，有好几种方案。真的后悔没有早点看到他。其实我们一直在干活，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去好好整理整理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去想想之后的事情怎么做。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整理自己和停下来的时间。大家做事情的时候也一样，不要光闷头干，也要停下来思考思考，也许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。晚安，今天的你也很辛苦，明天见，拜拜。